海绵加丝袜，居然能够清洁百叶窗。每一个百叶窗它有都有缝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海绵的缝就可以有一个弹力，它上面可以点住百叶窗的上面，就是百叶窗的下面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一次可以清三片，如果我做五片，就一次可以清五片。所以这是百叶窗的缝，我只要把它插到百叶窗里面，左右插插插就好了。